大家好，我是蚕姑娘，记录生活的美好。现在的我可以到地里面来摘杨梅，看到杨梅，看到树上的杨梅，心里面也是甜甜的。以前我偶尔来姐家一次，也只能在她家附近，还什么都指望着她。今天我可以自己到这个杨梅树里，上面都没有，体验这些美好，感受生活的美好。虽然我不能像正常人那样，但是能够这样也已经很知足了。哎，我哪一个哎，姐姐？你在等好多次了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等，准备到我姐家那边去摘杨梅。现在呢是农忙季节，到处都在打田摘秧。这边呢，从我们那边过来呢，大概40分钟的车程。你们嫌卡打到呀？姐姐他们出去打工了，没有在家。出发，扛梯子。嗯，好了哦。这个草都长得比我高了。好红啊，看着杨梅就是不好摘。哦，行了，在我们贵州农村，现在这个杨梅的市场价呢是8块钱一斤。看这个杨梅，你们流口水了吗？上面的好红啊，就是摘不到，摘了个最矮的红的。侄子在上面摘，我摘这个地下最矮的，这个有一点黑啊。还是挺甜的，摘了这么一些。啊，吃不到，不到等一下。I start again, I pray to pray to God, you've got right to cry and laugh, let the tears wash away. All this bad memory. Open the window, light a fresh coming. 我掏上去吃，哎，这不自己掏啊？嗯。掏上去吃，你就不自己掏，我原来你骨头给你。很多啊，哥啊。可以吗？我那。完了，我要。